人在北京吃重庆老火锅能有多快乐？因为我怕的顶级水平，软糯中带了一丝的韧性，像个云朵。芒果酱做的咸蛋黄的锅底来到了北京，并没有妥协，有自己的坚持。Hello， 这里是在北京的辣辣友。昨天晚上到北京的时候，我给我朋友发信息，我里天已经黑了。我朋友说成都还亮着。因为吃了太久的粤菜了，今天想去吃一个火锅。这一家火锅其实之前在成都就私下和朋友去吃过，还不错，不会要排队吧？反正成都的那一家每次去吃都要排可长。你好，我一位。好嘞，不用排队，太好了。好吧。好嘞，你们有几层呢？有两层。哦，菜单到手。今天想吃之前在成都没有吃到的一些菜品，小红锅，最喜欢他们千丝系列的肥肠、牛肠、肠头，对肠无法自拔。后切腰花、松板肉、红焖鸭掌、红焖无骨蹄花，据说是新品。还有炸货呢，炸平菇，他们的包子很好吃，藏肉。之前看他们的图片，还有一个像荷包蛋一样造型的甜品，今天也给整上。小姐姐，甜品最后再上吧，先给咱上锅和菜就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来北京就做两件事，一吃火锅，二吃粤菜。昨天到酒店的时候已经点了外卖，蒙丁肉饼、羊杂汤，上锅了，上锅了。加吧，好像小时候，其实妈妈饭还没弄好，先拿个碗筷子在旁边等起，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。长长系列，这腰片我第一次见，怎么这么厚切？腰脂，无骨猪蹄，鸭掌，我来，谢谢。猪颈肉真的力盘不倒。先把男主的给它丢进去，鸭掌像家里边卤的那种，有童年吃酒席的感觉。无骨的猪蹄，骨皮的肥肠头丢进去，火锅店的包子透着油的，喜欢这种类型的酱肉。我真的好爱吃包子、馅饼啊这类东西。酱香咸甜口，限量不是属于那种多到要溢出，刚刚好的包子点了两笼，因为早上没吃饭，都快两点了，你们先允许我垫吧垫吧，真的特别饿。鲜肉包也很好吃，猪肉的清香味应该是老面包子，不是机器的那种特别松软的没有情感的包子。我之前其实用包子前煮了一下火锅，是有噱头，论口感吃头的话还是它的原味。辣的威力是在的，芥末蜂蜜酱的拉平棍，相机停了，自己偷偷摸摸的平菇吃了一大半，才发现没开机。大块的平菇在裹上蜂蜜芥末酱，有一点像吃炸鸡的口感。炸货一定要趁热吃，是最佳赏味期。打了两个油点，应该煮的差不多了。肠头，脱骨的蹄花，像大肘子肉。好像螺蛳粉里的鸭掌凉，待会儿慢慢啃。如果自己一个人吃火锅的话，就喜欢先煮两三个菜，它排排老几，这样的话可以慢悠悠的吃，又不烫口。蹄花吃起来莫名的爽感，还是有一定的辣度的，我们来吃点个微辣就可以。后悔没多点一份，煮的它还没有完全的趴糯，软糯中带了一丝的韧性，围巾部分不油腻，吃起来 QQ 弹的，野味精一样。虎皮大肠头，磨趴的顶级水平。肥肠煮到这种软度，真的绝美。啃个鸭掌，来呀来呀。吃粤菜吃习惯了，发现吃火锅没有个接骨盘。我先放在纸巾上，待会儿包下去。整个虎皮鸭掌特别糯，你一吸溜它就会脱骨，但有一点点的嚼劲，它已经自动断了，骨肉意思完全分离，锅底的风味很足，
来吃这一盘吧，又称之为黄金六两，或是猪身上只取六两呢，所以很金贵，脂肪的分布也挺均匀的，细腻，薄薄的一片很快就熟了。我的妈，猪颈肉刚煮出来特别滑嫩，还带了一点脆感，极其软弹，很好吃，你们会被它的口感所征服，妙不可言。猪颈肉如果清炒出来还有独特的香气，这是对它欲罢不能的原因。大颗粒的姜猪肉滑，可以的，谢谢。很浓郁的生姜的味道，照片是真的很厚。九根八爪鱼，围城吃吃牛肚丝。他们的锅底来到了北京，并没有妥协，有自己的坚持。哦，好漂亮，圆圆丑丑，蛋清打发之后像个云朵，是清甜的芒果酱做的咸蛋黄造型，酸酸甜甜的，还可以喝它。底部是椰乳奶茶的感觉，很清淡，飘上来就可以吃了。其实吃不太出子姜的浓烈味道，像吃滑肉丸似的。偶尔吃到的子姜颗粒有一点像清脆的马蹄，细腻软弹度像吃粤菜的姜菜牛肉丸，口感很像，味型不一样。这是一道川版猪肉丸，还有椰奶芒果冰呢，一道泰式的甜品，有芒果和奶盖糯米饭。吃完辣的，吃一口甜的糯米饭，好舒服啊。天底是一个芒果酱的奶冰，有点凉凉，牛肚丝和肥肠丝，馋你们一口，非常的软糯，加上一点牛肚丝的那种脆爽感，两者相结合，一同吃下还挺爽的，看着分不出你我了。那腰花特别厚切的，腰片有配干碟吗？有干碟，请用干碟沾一下腰片，把干碟解一下心，增香，如果煮个十秒就行了，厚切的可能需要20秒、30秒，这我给煮的时间有点久了。小八爪，腰片和小八爪它都会进行一定的缩水，茉莉爽，有一点清提，还有茉莉花呢。垫底的都是荔枝味的果冻，真的有荔枝，感觉它像是从传统的成都红糖冰粉得来的灵感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火锅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哦，五八八八卡。